探索世间奇闻，感受不同趣事。大自然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。有些植物我们真的闻所未闻，见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大吃一惊。比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棵树，全身长满了硬币，是现实生活中的摇钱树。说到这个，估计大家都想亲眼见一下，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，金钱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假如传说中的摇钱树真的能够梦想成真，想必很多人都想实地考察一下。据了解，这棵树位于英国北约克郡，树龄已经长达几百年，可以说是历史悠久。这棵树的奇特之处就在于，只要有人抱着树干摇一摇，树上就会掉下金币。是不是听上去就觉得特别神奇呢？除了外地的游客会专门来这里旅游观光之外，当地居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道为什么世上居然有这样的摇钱树。后来经过相关专家的研究和考察之后才明白，原来这些树里面的硬币是来自于英国的前几个世纪，也就是说这棵树的前身是许愿树，很多人都会来这里许下心愿，然后用石头把硬币砸进树干里面，这样就表示自己的愿望有成真的可能。时间久了之后，树干里面的硬币越来越多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棵树并没有因为硬币的存在而受到任何影响，直到现在依然活着。但是看到这棵树皮的表面有硬币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，估计密集恐惧症的人肯定会头皮发麻。不过现在这棵树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不知道大家想不想亲眼看看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